主要看啊，主要看他的肩部，看他的胸，对，摆正你的胸部和肩膀。连上，快点，到你了。Hello， 老铁们，干啥呢？讲解一个动作，当别人踢你的时候，你这个手啊，从侧边甩过来抱住，然后带头，加一个防身术啊，这不鸡毛啊！当别人把你顶到墙上的时候，这只手往下打去，这只手往上抬，然后要臂。老铁们，收。